疑点重重的轻生死状，他竟然写了1500多页的一些计划，杀人计划。刘恒下去的时候，你还没死的时候，他是看不出来有痕迹的。从桥上两个把他丢下去的。哎，他们两个母女根本就不是自杀的，他们两个母女是不同的死法，然后被人杀害以后吊上去的。